糯米笋炒腊肉。这是西满府糯米笋，这是今年的新笋。糯碎糯碎。西满府糯米笋啊，三。新笋的口感啥的都比较好。这个糯米笋因为它是冷笋嘛，所以说有长有短，味道好，口感好。甜水麻辣烫，这是定西宽粉，它这个麻辣烫那个辣椒面光香，没有太辣，吃起来香。这是何味坊甜水麻辣烫，这是还原了甘肃甜水的美食。他们那边的那个辣椒面也是光香不辣，
就是这个把蔬菜包和那个宽粉，开锅之后倒下去煮，煮开就可以了，不用煮多久，煮开。定一些宽粉，好好吃。这个最多算得上微辣，微辣。陈校长酸辣粉，这个减6块的活动今天晚上12点结束，现在是17.9发6桶，然后过了今天晚上就是23.9咯。纯正红薯粉，这个只有快手平台才有，其他平台都没有。平时不知道吃啥，来桶出来泡一下。